中国知名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成功走脱，摆脱地方当局的监禁，又为目前的中国局势再添改变关键因素。新唐人新闻在第一时间快速反应，及时报道，持续博斯莱王立军重庆事件报道热度，努力为全球观众提供最真实、最核心的中国讯息。及时报道，迅速反应，深度评论。陈光诚成功出走，逃离中共监禁事件，新唐人快速动员报道网络，从中国到全球，从当地网民到美国国会，第一时间掌握关键脉动，为新唐人全世界的观众提供最真实的讯息与最犀利的评论。我觉得这都会对解体中共，对整个民众啊，就是说或者对中共体内人士呢，能带来更好的明天。新唐人的全球观众还可以透过手机网络快速获悉陈光诚事件的效应与发展，透析中国新局。新唐电视整理报道。